现在又到德昌买东西了，德昌。哇，好多人今天，人山人海。好多人，我要买油条。我要四根。这个是越南大包吗？是哈。是不是大包？这个菜肉包。那大包是什么样的？你要越南大包？对，拿两个。好。哎，都给我吧，五根，是五根吧，都给我吧，都拿着。全部要。好的。看一下，好多好吃的。哇，人也多，东西也多，你们看一下人有多少，人山人海的，这边有多少人？人多吧？还有海螺，看到海螺没有？好大个海螺！我要去拿个篮子来呀。拿个篮子来，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呢。这是什么黑黑的？纯手工制作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谢谢。这边寿司也很多，喜欢吃什么寿司？不知道吃什么寿司的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去买猪扒，老三样，每次都是猪扒、油条。Hello， 你好，帮我这越南猪扒拿一盒。大盒吧。哎，对。不要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排骨你看9块多了，现在看到没有，9.09了，一直在起价，上次8块多，这9块多。五花肉还是这个价格，五花肉还是5.39。啊，没有，我看一下。
这个茼蒿2.29元一半，准备拿两半。两半。可以，没关系，多一点也行，没少一点也行。这是西洋菜，哪四个？五个吧，再拿一个。黄木。哦，算了，没听到就算了。多少？我买一个袋吗？不要了，我车在门口，我就扔到车上就好了。谢谢。家里好多袋子。家里好多袋子了，还买袋子，我真的不敢买袋子，每次出来都忘记拿。OK， 今天买的最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，今天到唐人街。然后到这个叫什么德昌这边，女儿说她想吃油条，好久没吃油条了。然后我今天来买油条，剩了五根油条，全部都被我拿走了。如果你再晚一点来的话，你就吃不到了。他们家的油条超好吃，是真的。整个唐人街买不到这么好吃的油条。我是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油条，吃他们家油条去别人家吃都不好吃。他们家油条很酥，很酥脆，很好吃。在纽约，在反正在唐人街，我是没吃到第二家更好吃的油条了。嗯，今天那个儿子一起来，儿子开车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找吃的吃饭，饭还没吃。那油条要早点来买，你过了2点以后呢，它就卖完了，我就剩最后5根了，都被我买掉了。我贪心，一下子买了5根。